宋朝有一个诗讲吼：“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命城。”咱若去杭州佚佗的人，你会当去西湖看到叶飞庙，伫个甲飞望的边啊，跪一对红阿婆，都是勤快甲因太太。啊，所以诗人就讲：“青山有幸啊，埋忠骨。”这个山甲水啊，是何等的幸运啊！甲飞啊，会当种伫个遮。但是用这来肯定山水之秀、忠臣之魂啊。另外来讲，啊，白铁也是在有够衰小，白铁无辜铸令城。啊，你啊白铁啊吼，啊，搁起做当钉啊，无真好。啊，现在来变做勤快甲安全甲引爆呢？历史有效无？国民党定来甲咱讲。不要看过去，要看未来。啊，请问国民党的这些朋友，这段爱读个免读？啊，读这段的意思是啥物？国另外讲一个宋朝人，朱熹啊是北宋的大儒，但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朱熹有另外的一面。哎、啊，朱元璋做皇帝了，找祖先哦，找无个正面的，用砍的，用挖行的，讲朱熹是第九代祖先。我来讲哦，那朱元璋也是安尼砍阮祖先嘛，是高力士啊，阮平平姓高啊。啊、你讲啊，高力士太干，哪有可能生你阿兵啊？不是安尼，是阿兵阉掉进前吼，另外趁最后一尾精虫去走出来，知道吧？哎、欸，我买晒用砍的啊，老毕买用砍的啊，讲伊是汉景帝之苗裔，这一苗就四百多年呢。啊，所以吼、哦，中国人拢是假，拢是假，哪会使挖就挖吼。啊，所以我就甲恁讲吼，中国人都明明人生，伊嘛要讲伊是什么货啊？是大叫生啦吼，啊是熊生啦，就讲个大鱼妈妈都是安尼，梦中有熊啊。对不？啊，袁世凯就我拢讲过啊，吼！啊，都明明人生嘛，要讲龙的传人啊。想起嘛，阿扁啊，伫就职的时阵，真有气魄，人伊摆讲龙的传人，因为阿扁因老爸明明都是一个人，压都头看骨的，穿脏水的，知不？所以咱的品种是恶毒可以比起正白啦，知不知？都是人，咱是精生生的，知不？咱是精生，吼！咱会使讲，咱台湾干的一尾海洋，迄、那个地理形式干的一尾海洋，嘿，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个人的梦、哦、是自己的神话，就无要紧啊。毛公如果补天，连朝补天，三百六十六地，结果补补365地，就甲天补足啊。剩一地甲等咧倒，甲等咧东海变成台湾啊。安尼咱嘛是如果年年诶做弹出来，所做出来上好迄体精英呢。所以你爱知呢，台湾是报是安尼呢。记住，神话是人类集体的梦、哦、个人的梦就是自己的神话。所以有些物件吼。是会使用安尼看待，但是这个部分都未使嘛。朱熹这个人哦，册足够读的，老实讲没有话讲。但是爱知哦，朱熹这个人非常的不好，老母死无要吃药啊好吃呢，老母破病。啊，因查甫干那个讲吼，老夫人要吃慈善米安尼啦吼，假是安尼讲啦吼。朱熹甲查甫干那讲，啊，特别死的人吃好米要怎啊？安尼呢？吼，啊，因老母死了吼，朱熹哦去看了一块地，多一块地呢？一个下下的用地，就跟恁阮头前集美国小用地，伊都是透过教育部吼，要甲集美国小甲迁掉，迁掉要创啥？要做因老母的墓，啊，就是因老母百年吼，要藏到遐。他就没有。朱熹是有好还是不好？我你跟你讲。所以咱祖先讲吼，生前吼一粒葡萄，看下死后一粒地头。人孔子讲啊嘛，你讲呢？讲父母生前吼。是的，那个态度是真要紧的、啊，那个态度，和这个态度是很要紧，态度了、啊、哈。所以一个人的态度决定他一生中的贵贱嘛，啊。所以依照五孔子的伦理来定，那个一个门威啊，讲季孙问孔子啊，说问孝何如？孔子讲哈、啊，无为啦。啊，依照老师的拢该说讲啊，不要违背父母。但是你看后边、啊，其实孔子的意思，那个无为不要违背啊，不是。不是不要违背父母，樊迟玉有一个姓韩的话，韩低头的低啦，韩迟哈，樊迟玉玉就是驾马车的意思啦，啊就是对面咱赛汽龙车的司机老大哥啦哈，有一个问将问孔子啦，讲问孝道何如啦哈，啊孔子就讲是疾之病乎啦，疾病的疾，知乎也者的疾之啦哈，台式的是电视台的是，是疾之病乎。破病的病啦、啊，也福的福，是疾之病乎？伊意思就讲，凡事啊，你细汉吼破病的时阵，你会记得恁老爸老母的迄个眼神甲表情，伊讲
啊，一记了，我老爸吼，安尼甲安叫叫我老母讲紧咧安尼啦吼，啊，我老母安尼骂骂哭，啊，寒天的时阵一边甲教，啊，两阿阿母安尼甲抱着，啊，透风露水安尼要甲带去新庄私立医院安尼啦。伊讲吼，安尼你有感谢你的爸母，伊讲真感谢咯。伊讲即马老师问你，你问我讲什么叫做愈合，啊，我问你吼。您老母啊，老爸破病，你的眼神跟你的态度有像当初时您老爸老母那种眼神无？伊讲诶，安尼黑未出来就对啦。真济人哦，老爸破病啊，我阿斌哦，阿爸哦，他妈苦苦受真艰苦，阿弟拍麻将八阿妹，伊讲爸，我等连中煞再来，啊，你先坐起辆车去啊。我跟你讲哦，这种个夭寿因啊，生出来就要甲定好死。真侪人是找真侪借口讲啊，我当无闲加班，啊，无你找阿姊，无你找啥人安尼啦吼，上好找祖先呐、啊，找祖先就免烦恼子孙啊嘛，对不对？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态度。他跟季孙讲说，季孙是官长嘛，季孙问孝道何如？孔子讲无为，其实讲的是不要违背老百姓。对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问说：你当初是哪会记得恁爸母在你破病时阵迄个态度？啊，今嘛你的态度什么款？所以我今天要跟诸位朋友讲，甲咱听众朋友讲，咱的态度决定咱的命运。咱若唔肯做奴才，无人下叫咱做奴才，安尼知影无？澳洲白人总理依照迄个霍华德顶任迄个，死都唔甲原住民道歉。伊伫道歉即个新总理吼，伫道歉的时阵讲，为了五十年前甲恁的囝甲恁拆散，意思啥？讲要让因迄个原住民的囡仔吼，卖去受因原住民的教育，受白人的教育啦。都、就是像马先生讲，我把你们当人看，要给你们教育啦。你看何其相像！纽西兰的白人政府将近十年前向纽西兰毛利人道歉，为两百年来白人在纽西兰这块土地对原住民的土地的蹂躏，对原住民的生命财产的蹂躏予以公开道歉，不但还钱还土地，还代表白人的祖先以及现代的白人政府向毛利人致歉。毛利人接受了没有？接受了。前五天那个道歉的情景是在他们的国会殿堂，历任的白人总理都到了，要地理都搞。然后呢，东吹西五十年前去到北人政府深深拆散的所谓失落一代的那些代表性的原住民的，现在已经五十几岁的人都聚集在国会殿堂聆听这一段历史性的演说。听众朋友，对于这两个北人政府所做的道歉，你有什么感受？对于一个人的态度，你有什么感受？生死是最简单的线条呢。2973-0386，2973-0370。你若对这有一挂想法，请你打电话来。等我看到前几天啊，马英九去一个支离破碎咱家属的遐访问，安尼眉开眼笑，安尼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虽然阮兜无支离破碎受咱家属，但是我是心如刀割。为什么咱是这么容易被各个击破？当马英九去宜兰找迄个萨斯护士，迄、那个萨斯的众位，安尼死去迄、那个，吼、哦，那是马英九伫个萨斯处理不当所丧失的宝贵生命之一。但是咱看到迄个宜兰的老乡，安尼牵着马英九的手，讲无论如何都要甲斗相共，我是心如刀割。这到底是什么款的价值标准？这到底是什么款的灵魂？噶什么款的学理上的四大主义？和台湾人安尼滴滴这两三百年来，下头明明都徛两字奴才，安尼唔甘愿拔起来，唔甘愿听。所以曾经我甲大家听众朋友讲，台中地震真好听，但是咱下头顶头迄两字奴才真歹听。咩啦？吼、哦！咱嘛曾经被试过，曾经嘛错过过，咱受到奴化的教育。诶，阮即沿海人，大家嘛受奴化的教育啊，对不？迄种奴化的教育，对于一种物件哦，老实讲，在荒唐中度过来的比比皆是。阮以前装个中山堂来演脱离舞，诶，咱有脱离舞，咱嘛唔知要演脱离舞啊。其实怎讲个脱离舞？诶，脱离舞进前会输一个画呢，伫中山堂个画啥？是你啊？佮跳脱离舞佮唱国歌呢？你知？哎，阮个林场边啊遐一挂楼啊，都开嘴都叫。你他妈的跳脱衣舞还唱国歌干什么？我自细汉到大，唔捌听人奔国歌唱，伊个奔遐紧呢，比国体要较紧。哎、啊，不伦不类的时代，啊，咱就伫迄个不伦不类的时代走过来，所以真济人又搁伫怀念讲，迄、那个时代上安定，迄、那个时代上好。沉痛的呼吁哈，也代表很多人共同的心声哈。虽然就听过咱蛮在线上，但是台湾人倾听迄个伤疤吼，是经过历史几百年哦，宏大国强背起来，
补人过去用踹破，老血老汤安尼吼，几经这样子的折磨，我想一旦急救是咱做一个主人的一个标的。今仔日咱袂使讲，咱绝对袂使输，咱来讲，咱一定袂赢。迄、那个企图心一定要强烈，甲讲此此一战，吼、哦，咱无白战啦。退迟一步，咱嘛无退路，咱袂使退。吼、哦，咱真正一定要徛伫迄个高制点上，吼、哦，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吼、哦，来把它怎么样，来稳住咱台湾这块土地，要走向幸福的一个完全的团结，吼、哦，叠加。今天就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所在，多谢您的呼吁，跟多谢您对台湾对这些和平的关心，跟对我个人的鼓励，我们深深给大家致最大的谢意。